白菜先主管躲窗帘，后面都听被发现了。对不起了，干娘。小王，小王，您主管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。哎呀！哎，主管，哎，主管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们。佳琪，你怎么从这出来的？吓我一跳。你吓我一跳才是。你听我解释，公公。不用解释，我刚才听得很清楚。我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刚刚叫他是想给他。你谁呀？你为了我好？我陪你走到今天，难道我在你心里面？我不喜欢你，还让我说多少次？我讨厌你，我现在看你我就恶心，我就想吐，你知道吗，佳琪？我都习惯了。我就说你穿裙子好看，你就天天穿裙子啊？你自己什么样不清楚吗？啊？你饶了大家吧。怎么了？我牵你手你害羞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牵你的手啊，就跟牵我自己的手一样。够了吗？不够。刚才你怎么说他的？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你现在知道哭了啊？他哭过多少次你知道吗？我错了，只要你不生气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好，以后咱俩只能